受到两位师长谆谆教诲，送上这只烤鸭，我就送你一个小礼物表示谢意。这一盒就是学长送给你的礼物了，鸭蛋。这红绿灯不过，禁止行驶了。阿妹，我扶你。阿哉，你在干嘛？奇怪，学长一般来说都是最准时到的，怎么到了现在还没到啊？论文生的那些资料被阿北扫走了，快点走！找到了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一串香蕉皮。